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博毅，很开心可以成为 Dr. Sink 的代言人。我算是蛮了解自己的肤况的，我是敏感性的肌肤，也因为这样子呢，我在选择保养品的时候都会很注重它的成分，那也会注意它是不是适合敏感性肌肤的使用。Dr. Sink 的产品非常非常的多，你一定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个适合自己肌肤状况的、自己需要的保养品，像是小蓝跟小绿。这个已经是我平常生活当中必备的，那我自己也很注重清洁这一块，卸妆跟洗脸都是我日常的重要工作之一。想考我保养顺序，好，第一步呢，我最注重的就是卸妆以及清洁，再来我会使用这一罐蓝鱼子，它是非常棒的前导精华，可以让你后续擦的所有的保养品更好的吸收，发挥最大的效用。再来呢，我会使用小蓝。小蓝它独特的玻尿酸分子呢，可以让肌肤很好的吸收。而且如果我有拍戏需要化妆的时候，我都会让它和底妆一起使用。它可以让我一整天的妆感呢不油腻，而且很自然，非常的持久。如果我刚好那天是出外景要拍戏的话，我会加强使用这两罐。这两罐呢可以抑制黑色素的产生，那让我的肤色变得更均匀。啊，这一罐一定要，这一罐是我们 Dr. Sink 的经典了，小绿瓶。如果你有毛孔粗大、控油的问题的朋友们，我强烈的推荐给大家这一罐。我会选择 Dr. Sink 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有专业的医美背景，加上它是专门为敏感性肌肤而生的保养品，仿佛就是为了我而生的。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，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，我们一起因为 Dr. Sink 让皮肤变得越来越好。